那你让我怎么解释？我从没给你一个合理的身份嘛？难道我说你是仙子给我派过来的古代人？啊！大丈夫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你没听过吗？我听过，我知道。可是我已经说出去了，我怎么改？改成熊小五弟，小熊五弟，小哎，小熊五弟好像还行。你不想活？哎，妈，你们俩干嘛呢？过来吃啊，来，先吃啊，我再去弄点水果。 这个菜太牛了，是吧？你不觉得它有点儿想吃自己夹？ 这菜好吃吧？嗯，好吃，阿姨。来，吃点水果解解腻。这个呢是南星最爱的橙子，一定要吃啊！嗯，我再去整理一下。好，你们先吃。不吃橙子的，这味道怪的。妈，啊，那个刀是不是切完辣椒没洗啊？我又忘了。 来来来，喝点水，喝点水。对，阿姨。嗯，你没事吧，小熊？我没事。啊，怎么样？好吃吧？这菜特别好吃。哦，真的吗？那你多吃点啊。好。小熊，你们家住在哪里啊？我就住在对面。这个对面啊，他。 刚过来没地方住，我就把302租给他了。啊，那是他爸爸留下来的，很多年没人住了。我们收拾出来本来想是出租的，你已经住进去了？是啊，效率挺高啊。不是，那你平时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没问你。<笑><笑> 我平时做帮助他人寻找爱情的工作，我知道啊，相亲顾问对吧？啊，那这方面你可得帮南星好好参谋参谋，如果靠他自己啊，肯定是没戏了。妈，你那个菜好像糊掉了，你要不要去看一下？哦，对，我去看看啊。 你走，不能。